阮创社吼，即回办这个免费市集的成功吼，这个年糕啊，大家摒扫吼，希望甲大家一寡不爱用的物件摕来吃吼，因为你不爱用的物件嘛，真侪人需要吼，我感觉安尼较袂浪费，所以我们去办这个免费市集吼，就是你家里哪不爱用的物件，麻烦再摕来吃吼，啊，若有需要的人来再看，有介的就摕去，全部拢是免费的。本来阮今日来去办吼，啊，发现吼，这个反应真好诶，这个现场吼，哦。比我预估啊，情况然后真百个，就比如现场几啊百个人吼，啊很多支持哦，大家拢真乐意吼，把伊不爱的物件摕来吃。我看遮济吼，较弱势的家庭来摕个，哦欢喜个呢。所以吼，我希望讲我们能够勇气的吼，甲伊办落。因为清水园市吼，你物件来遮逛市集，各样来遮看地花啦，啊来遮祈福啦、爬山吼，啊来拜拜安尼吼，我感觉是真适合大家吼，啊来参加这个市集安尼。好，我们就是说哈，刚好是过年期间嘛，那很多人都会大扫除，那家里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他不要用的，但是东西都还很少，你把它丢掉真的是很可惜哈，会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，而且东西在生产过程中它可能耗费很多的资源，同时哈，你把它丢掉的话，可能就是也是会产生很多的污染，那倒不如就是把它拿出来资源再利用，分享给别人，我自己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的宝物嘛哈，所以我就是希望说能够鼓励资源再利用，回收再利用，延续物命，物品的使用寿命，这样爱物惜物，我就是拿出来做分享。那同时，我们也是鼓励哈，用减法过生活，就是不要一直采购，我们可以去拿别人的，就是说他可能分享出来的东西拿回家来使用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哈消费，然后减少我们环境的破坏跟污染，然后就是一个减肥的一个新生活运动。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一个目的。目前市集是我们第一场吗？对，这个市集是我们第一次办哦。那也不用先报名哦，那也不用报名费，所以我们很难预估说会有多少人，原本很担心说哈，没有什么人愿意参加，结果我们两区居然都大爆满，哈，人潮不断的涌入哈，所以看到大家愿意哈参加这样活动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。那很多人也跟我们讲说，往后也要持续再办理下去。那看到今天大家这么热情的一个反应哈跟回馈哈，我相信哈我们一定会继续哈把它努力办下去，而且让清水园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家共享的一个平台。哎呀，拜拜的。啊，你们几点过来的？我们一个就一点。从哪里过来？彰化市。彰化。高雄。高雄。台北。台北。彰化。基隆。基隆。你们大集合啊？对，这个大集合。是网络串人吗？欢迎看看哦。可以喷的法式哦。有吗？